啊，我就知道了啊！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爱听，不好这口的不上这儿来。对了，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啊，麻木良乡各有所长。嗯，啊，有的人喜欢吃东西，喜欢吃，比如刚才这大个儿。哦，对，好吃东西。哎呀，大个儿啊、嗯，大饼卷着馒头，就着米饭吃。一气儿就吃三样主食。啊、今儿今天来带了四斤切糕，干嘛呀？我说干嘛使啊？啊，我留着一会儿印厂用。嚯、啊哦，印厂用切糕。于老师也有爱好，谁都有。好喝酒，喝一口。那回喝多了，嗯、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嚯、哦，眼神也不好。没有一天不喝酒的，哎、一喝就多，不喝正好。嗯，有的时候喝差不多了，走，啊，出去接手去。哦，上厕所、啊，往外走，晃晃悠悠的，嗯，往这一站，嗯，把夹克这拉锁打开了，哗、啊，衣服拉锁啊，喝多了吗？嗯、啊，这一晚上吃饭，他得出去好几回，嗯，啊，开始还行，一会儿再回来晃晃悠悠，嗯，一进这包间把裤子脱下来蹲那儿了，啊、嗯，吓我一跳啊，赶紧敲桌子，哎，嗯，他一说话连我都乐了，嗯，别敲了。我也没带纸，嗨、这是厕所吗？这个啊，爱好不一样，喝多了啊，好什么的都有啊。我比较喜欢写字儿，哦，毛笔字儿啊，我好这个。您喜欢写字？我在我们家墙上写，拿毛笔写，在墙上写，墙上哎，连写带画哦，省纸，对，费钱。哎，我写完了，我媳妇就刷浆。我写完他就刷浆。嗯，早先我们家120多平米，嗯，现在还剩30多平米。好嘛，全是腻子了。嗯，房不够住的。还有人好抽烟啊？对，于谦的父亲啊，我爸爸。呵，那老爷子好抽烟。是，最早来说抽烟叶儿，旱烟，说那个过瘾，那劲儿大，整板的烟买回来把它搓了。对对对，而且还得上面喷葡萄酒，哎，有酒香味儿。说这抽起来味儿也柔和，有甜味儿。哎，对，呵，往上面撒。嗯，他母亲舍不得，贵。你想撒葡萄酒，嗯，那哪受得了啊？是，背着老头就给换了酱油了。啊，酱油，就给搁点辣子面，嗯，搁点孜然，嗯，老头抽，是抽，天天抽，嗯，站在胡同啊，嗯，过来四个孩子，嗯，还有大腰子吗？嗨。要羊肉串是怎么着？我们出门演出去，四川那边有那种竹筒的烟啊，对，水烟，这么大个竹筒子啊，一抽起来也有水，对，咕噜咕噜响，好玩极了。我说这个好，嗯、啊，过滤。对了，给你爸爸买一个吧，啊、哈哈，给老头弄过来，倒是好玩。是，举着这个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有意思，可就是一样，嗯、啊，觉着不过瘾，过滤出去了，烟劲小，对，抽完之后。把这塞儿拔开，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喝呀，喝这水啊！喜欢这个啊、嗯，还好闻鼻烟儿，鼻烟儿，这只有北京那有一家卖鼻烟的，就这么一家。一进去把脑袋搁在柜台上啊、嗯，师傅，一个鼻子眼儿装一包，嗯，嗨呀，瘾太大了，一天到晚闻鼻烟儿、嗯，喝这个啊。嗯，抽烟袋，抽烟卷全来。乍一看，这老头跟腊肉似的。这些没有这么比的。人的爱好不一样，但这些爱好我觉得不好。啊，哎，我觉得不好，有伤身体。就是他，尤其他父亲，嗯、啊，他父亲在方方面面来说都非常的可乐。怎么可乐呀、啊？有意思。啊，老头啊，可能上了年纪了。嗯、啊，这个脑子跟年轻人不一样。老了嘛，年轻的时候也就好看看书。看书是好习惯，哎，什么青春期卫生保健啊，新婚必读什么的啊，什么岁数看这书啊？好学习呀、啊，学这干嘛呀？老了之后眼睛花了，看不了了，不看书了，就好别的了。嗯，好迷信，这可也不好。这什么叫迷信啊？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哎，还糊涂着呢。就是。他母亲跟他爸爸比起来，比迷信还要加了一层。怎么？愚昧，这无知。哎呦，他们老太太信邪教。邪教？出去都别说去啊！啊，国家不让提。哎，您可提了呢。想当初有个一贯道。嗯。上岁数人知道，
一贯害人道，是这可害人。他母亲信这个，哟，后来呢，国家就不让信了，对了，取缔了，嗯，全世界就剩他妈一个人信这个，还信呢？老太太偷着信，自己来，就专门信这个，哦，呵，可了不得了，嗯，什么事儿不听别人的，完全听这个的，哦，这个一贯道，有病了，不吃药，啊，哎，吃香灰。香灰，香炉里边香灰一大包，嗯，挑点水，搁点糖，全吃了。那叫炉药，一大包，嗯，吃完了，两星期结不出手来。吃那东西可不是吗？吃点药吧，啊，往打一打，拉出四盘蚊子香来。哎，我妈拉的还够细的啊！不许拿老人家开玩笑啊！是你要不说呢，这个啊，我就看不惯你这个什么呀。后来老太太那病越来越重了，那可不是吗？您上大夫那儿看看去。嗯，不去，自己有主意，想法怎么办呢？嗯，怎么办呢？啊，嗯，有一偏方。什么偏方？吃亲人的一块肉，吃人肉，多愚昧呀！嗨，这不是胡说啊？亲人身上切块肉吃，太残忍，谁下得去手？哎，就没人干这事儿。夜深人静，老于家全家都睡觉了，老太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嗯，眼泪哗哗的，舍不得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我到那儿，人都说月牙夕阳月老，嗯，好，还真够快的。月老他交给我，提着刀就把人杀呀，嗯，大刀向鬼子们你头上砍去。哎，行了，别唱了啊！谁是鬼子呀？攥着刀一狠心啊，迈步进这屋。哦，进屋了，看着亲人，心里不是滋味，难受了。拉谁的肉？是啊，于谦。啊，哦，我在那儿躺着呢，亲身骨肉。那是亲儿子，对，老头子，丈夫，于谦的爸爸，对，老两口一辈子，你舍得吗？也下不去手。于谦的媳妇儿，对，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别说了，别说了，行了啊，没有这么睡的，知道吗？这不挺好吗？什么好啊？大户人家，大户人家都挤一个屋里，一个炕上。不是，家里装修，装修也不能这么睡啊。那几间屋子都装修啊，跟着一个铺上先救活着。这不能这么救活。有帘儿，有帘儿行，有一道帘儿。对了，把于谦隔开，把我隔开，把我隔开，像话吗？把谁隔开？把谁隔开？这都得分着。就说这意思吧，说这意思吧。意思啊，老太太站这儿，眼圈都红了啊！脚踏黑土地，还唱头顶一片天，嗯，一撇一捺两个人呐，啊，活在天地间，嗯，人间有正道啊。岁月又更迁，嗯，我这一刀剁了你呀，啊，只求无愧过百年。哎呀，阿妹呀，行行，我高就过门了就，还高什么腔啊？怎么办？啊，怎么办？下手？这俩人不行，啊，下不去手。老头子肯定不可能，那当然。于谦也不可能，为什么？亲生的骨肉啊。对了，我要真拉孩子一刀，啊，我对得起他父亲吗？是，他父亲现如今在云南那边啊。啊，哎，心里不是滋味儿。这别说了，什么云南？这不炕着躺着呢吗？躺着这是爸爸，一样知道吗？那不一样，那名儿都不一样，名儿不一样，人一样。你甭问了，问的心里也是病啊。我不问这病更厉害，知道吗？都不行啊！儿媳妇吧，我媳妇儿，小潘。我媳妇姓潘，小潘啊，金莲啊，我媳妇叫潘金莲啊，这名字肉头，你知道吗？肉头管什么呀？金莲，你媳妇坐下来啊啊！嚯啊，哪有胡子呀？他壮啊，他壮，壮也不能长胡子呀。
讨厌。公公叫完了，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哎呀，嗨，这没有这么说话的，知道吗？啊，这大半夜的怎么那么说话呢？怎么回事？啊，出来，出来，出来！啊，妈找你有事儿。嗯、啊，娘俩出来。哎，嚯、哦，孩儿啊，嗯、啊，妈跟你说件事儿吧。说吧。他这身体不行啊，啊，现如今得缺块肉。嗯、啊、嗯、啊、就是你了。哟嚯，你媳妇接过刀来，啊，跟大腿这咔啊，半斤多啊。嚯！鲜血淋漓地，我就老太太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心疼了，太肥了啊！别跳了啊，这就，我看看那个腿，哎，行行行，全拉呀！啊，你先吃 啊，吃的好再说啊。好，吃好卖肉的了。嗯，老太太来到厨房这儿、嗯，切完了，嗯，拿团粉抓好了，哦，搁在碗里边，真细致、啊，嗯，削了四个土豆，嗯，泡了一把粉条，啊、哦，都搁这儿。打个电视干嘛？哎，电视里边出现一个那样的人，戴个眼镜、嗯、小平头。嗯啊，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哎，这现学是吧？看完了、嗯，这几样都搁在一块儿，一大碗，不、哦，连汤带水，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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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全都吃了啊。行，你说这个玩意儿偏方治大病是吗？吃完之后没三天，这病啊好了，死了、嗯。那还不死？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就哭啊，心疼啊，腿疼 啊。对，这么大一块肉能不疼吗？腿疼啊，是吧、啊？这就是迷信，是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这不能信，是不是啊？可不是吗？啊，这个他爸爸比他妈还可乐，怎么了又？老爷子信的更多啊！你说这个什么基督教啊、道教啊、佛教啊，什么都信，全信。无论走到哪儿，瞧见佛爷的铜像啊、画像啊。光机就磕一个，哎呦，哎，虔诚，走到画店，人这挂着了啊，菩萨像，对，他爸爸过去，棒棒棒，磕仨头，这就磕，哎，完事送派出所去了，干嘛呀？柜台磕碎了，好嘛，啊，瞧着点儿着的，反正朋友家串门，朋友家这儿供着金佛，嚯，呵，老头跟着棒棒棒磕仨头，还磕，很虔诚。对了，临走的时候。把这佛爷搁裤子里边了，哎哎，偷啊！出去找一当铺给卖了啊！什么人性的？好这个，嗯，千万不要迷信。对，有的时候来说呢，有的人说，哎，这不对。那比如说，嗯、我们家里边供一财神爷，是，他保佑我发财啊，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是心态。您还得去努力去。对，说你单纯跟家磕头，这不管用。老磕头还行，你光磕头，保佑你啊！出门你捡一钱包。是，你是乐了，嗯，丢钱包你怎么办呢？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还得奋斗，还得去工作，还得努力。但是呢，咱们很多地方啊，嗯、这种封建迷信的事情还是有啊。那农村有，你要说彻底绝根这不可能。是，还是有。嗯，比如说跳大神的，跳大神哎，说你们家妖魔邪祟。啊，这儿不干净，那儿不干净了、啊。他给你请来神仙，嚯、哦，这么一通跳啊，最后啊降妖捉怪了，你给他钱，这也是迷信的，这是骗人呐、啊。嗯、啊，各地都有，是吗？啊，农村居多。对，我认为所有的跳大神里边，东北的跳大神是最有艺术性。这怎么还有艺术性呢？他是连说带唱哦，还唱。两个人配合哦，一个大神一个二神嘿嘿，呵，跟说相声一样哦，那么热闹，有逗哏的，有捧哏的，嘿，张嘴一唱，那是一套一套的。哎呀，这么着、啊，您学学这个东北跳大神的怎么样？有艺术性，咱们也听听。没嗓子你都来不了这个。是啊，好听啊。怎么唱啊？啊！西山内、哎、黑了天哪、哎哎哎、呀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房檐乌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石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云淡淡雾满满分起了大难香请神仙呐哎哎哎呀嘿嘿哎
哎，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鱼皮鼓，柳木拳，奔着砍抱的远，横三竖四八根弦，四根朝北，四根朝南，还有这仙砍跟阵顺利坤队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哎呀！一别黄，二别忙，或是灰，或是黄，或是鬼，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宅得安泰，怎么样？除非把于谦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吧。哎哎。啊啊！这还接着这故事啊？后来。这闺女啊，成了我嫂子了，哥。哎，妈到我这儿来了吗？这，我告诉你，你再说，你再说，我见你一身血。说相声图一什么呀？图的是开心，就是乐，是不是？啊，有意思。嗯，这是第一步。寓教于乐，要把乐放在前面。哎，我们也跟相声界有的同仁探讨过。嗯，人们指责我，你这个相声太没有品位。怎么？只顾着搞笑。我说了，嗯，先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对，先乐。我跟中国相声界有一个协议。嗯嗯，我负责幽默，他们负责品位。寓教于乐是先得乐。嗯，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悟到了什么东西？嗯，那是您的事儿。哎，并非是我强加的。对，我们上台来是让您高兴，嗯，不是给您上课。是说相声都讲课，那还要学校干嘛呀？是，是不是？实话实说，嗯，实话实说，大伙儿爱听我们就。多说一点，哎，啊，多说点，也不又怕晚了，您回去没车是吧？是，啊，没事啊，行，您没事，我更没事，我更没事。回天津来，我特别的高兴。这两天，滚石文化，嗯，叶总、叶红是摆了够6万多回桌了，让我吃饭。我说我不吃那个，嗯，喝一口，后边站一闺女给你倒一杯，我是忙活的哈。嗯，管你什么粤菜这的，我这不吃那个。是，你去炸点卷圈去，摊两套煎饼，哎，杂不菜是吧？这才好。你说这是真正吃的东西。嗯，回家了嘛，你吃那个哪儿都能吃是吧？就是，回家就得吃点家里的东西。嗯，刚才我跟谦儿说了，我说待会儿请你外边吃砂锅去。嗯，啊，好啊，尝尝天津味的砂锅。嗯， 嗯啊，有那晚上摊的啊，煎饼来套。嗯，你在北京吃不着这么好的煎饼。没有，咱们天津的煎饼一绝。嗯，绿豆面、黄豆面。小米面、棒子面、白面几样搭配好了，获得了。最讲究的是用清水煮羊骨头，哦，拿那个汤来和的这个。真假？和好之后摊完了。天津咱们这个早晨卖的煎饼，一般净跟炸果子那摊挨着。哦，天津这果子也一绝。好啊，炸完了枣红色，够一尺，拿在手里能站着，咬一口又酥又脆。对，多好，拿这卷那煎饼。北京我也吃过，差着。是吗？炸出来那果子油条一哈来长。这么点儿，跟他那脸色差不多。啊，拿我比什么？你拿在手里边，嗯，软的，嗯，你咬吧，咬住了，嗯，不至于。你这撒手是准抽脸上。嚯，这吃皮条呢这。你看，你咬不了，拿剪子搅碎了，嗯，搁嘴里来口水，咽药呢，吃药似的，嗯。咱们这天下一绝，这儿卷好了，抹上辣酱、甜面酱，搁上葱，葱可以吃生葱、熟葱，对，都行，多好吃，香啊，好吃。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知道吗？不至于，这不缺心眼儿吗？好啊，真好吃啊！我在别处也有，全国各地都有煎饼，嗯，白面摊的，白面摊完这么大个儿，啊这么大，跟被窝似的，嚯，里边搁一果篦儿，外地叫薄脆，对。比火柴盒大点儿，嗯，啊，卷吧往里边，叠得跟棉裤似的，哎，卷，卷完抹酱，嗯，这么一大张，最后能叠这么大一块儿，啊，咬一口沾上牙膛子，拿火筷子往下捅，哎呀，
这是学问，是小吃啊，这是学问，这是文化，跟相声一样，嗯，来不得半点虚假，哎，实实拍拍，你不能钻人，嗯，说相声跟卖早点是一样的，嗯，钻人就是一次，是啊，少搁东西，以次充好，对，人家明儿就不买你的东西了，不好吃，说相声也是，嗯，你偷懒不要欺骗观众，别跟观众对着干，嗯，这里藏龙卧虎，真正的这叫衣食父母，对，我们后台教育孩子们都是记住了，不要欺骗观众，每一个观众都比你聪明，比你灵得多，那可不是，你欺骗他，你就是害你自己，我相信我们下一次再回家演出，大伙还会这么捧我，对吗？一点不假，下次我带你再吃点什么卷圈啊，是吧，嗯，嘎巴菜呀，啊，好啊，云吞呢，啊，是吧？哎呀，羊蝎子，哎嘿嘿，咱俩吃羊蝎子去。好， 好好，咱俩吃羊蝎子，应一句话啊，急死人，馋死狗。哎，没听说过，用不上这话。各种菜系，天津菜我觉得好，嗯，另一公劲儿是。各种菜有各种菜的这个特点，嗯，你看你要吃西餐去，嗯，也有规矩。西餐，哎，吃那牛扒，嗯，人得问你几成熟的，哎，规矩更大啊，七成的，嗯，四成，哦。半成的啊，半成的啊，端到炉子那晃一下，哎，有点热气也燎手上了，这个咔一切刺一脸血，嗯，好嘛，切血管上了，这是切大动脉上。其实你说这个倒退些年，嗯，早年间人们茹毛饮血不就吃生肉吗？早年间你回家问问去，哎，我问谁去，问问你爸爸，没赶上住山洞穿树叶的时候，怎么还没他呢，啊，嗯嗯，就现如今有，不是没有，现如今还有，国外还有，哪儿食人族那个，哦，非洲那土著，嗯嗯，有这个食人族吃人肉，哦，也居家过日子，嗯，这山洞是你们家的一家三口，嗯，媳妇儿丈夫孩子，早晨起来媳妇儿跟着山洞里收拾，是丈夫带着孩子走，嗯，跟爸爸打猎去，我也打猎，孩子饿，饿死我了，嗯，两天没吃饭，别闹，嗯，这些日咱们这儿没过旅游团啊。嗯啊，那儿也吃旅游团呢？不吃旅游团吃的肥吗？啊，哎，那儿有一个，有人拿着弓箭射，不行，怎么太胖了？胖油大，嘿，孩子饿，饿死我了！别闹，哎，又来人了，太瘦了，嗯，塞牙，嗯，还挺，孩子饿，哎呀，活不了了，饿，别闹别闹，一会儿就得了，嗯，哎，怎么那有一女的？哦，呵。长头发是漂亮，好看，在河边那儿洗脸呢。哎，别闹，射他，拿活的，这拿活的了。对，这爸爸有用的，嗯，是啊，一脚踹躺下，捆好了，扛着肩膀，嗯，走，跟爸爸回家，嗯，回家了。孩子着急，哎呀，饿死我了。是，别闹，嗯，回家把你妈炖了，嗯。哎，好，唱一段是吧？哎，这个相声演员的唱呢，分两种。嗯，本宫的唱呢是太平歌词。对，然后就是学唱。学。天津有很多曲艺名家，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嗯，我们都爱听。哦，比如咱们天津当年有一位了不起的烙听大鼓的名家，哪位？王佩臣。哎呀，那可好，铁片大鼓唱得好，好听极了，唱腔舒缓。听着很好听，嗯，好听，而且虚字儿变字儿很多。怎么叫虚字儿变字儿？你看一唱起来这样的啊啊！鼓打三更半夜天，阴曹开了鬼门关。周西坡前呐，啊，一场战，苏烈他大战罗成就把将军给乱箭穿，燕军念他是条好汉，命他这个托招啊转家园，
叫鬼卒看过了爷的这个还魂耙，翻身上了我的这个马吊鞍，刮起旋风儿来得多么快，来在了长安城那越国公的府门前，里个龙的灯。好，真好听。虚字儿，对，我的这个，他的那个，我的虚字儿，哎，俏皮，对 对，这么大的角儿，文革的时候不让唱了，怎么？给把条数扫地去。嗨，那天正扫地，造反派来了，嗯，把条数拿过来，是，别唱了，啊，给那个，给张纸，这是，照这纸去唱，这是，宣传去，哦，一瞧，什么？毛主席诗词。哦，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让唱这个，唱这个，以后不用扫地了。哦，谢谢谢谢，我一定好好唱。好好，中山这个风雨起苍黄，百万那个雄师啊，怎么能够过大江？没过去，把笤帚还给我吧。是。大伙儿愿意听，我们就多说一点。对，可又怕太晚了没车啊，就回不去了。啊，没事啊。行，我看也有那个提前走的朋友们，哎，赶不上车，赶不上车了，得了，嗯，没办法，我就是，还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听，愿意听，咱们就多说点，好吧？哎。于老师啊，说句良心话，对我的业务帮助特别的大。哎呦，可不敢这么说。这人厚道，不敢不敢。又会过日子，嗯，哎，该花钱的时候绝对就不花。那当然 啊，该花不花呀，啊？有时候也花，反正是，啊，不该花绝不花。那是在北京天桥我们演出，嗯，于老师对自身很重视。是，我得多活些年呢，啊，我得说相声啊。哦，鱼肉不吃，哦，不吃鱼，吃青菜。嗯，那天下完雨。我们剧场后院长了好多蘑菇，那不叫蘑菇，那叫狗尿苔，知道吗？狗尿苔我们还看不出来，有蘑菇，哦，野蘑菇，摘下来是洗干净，切成块，借人前台那炉子炖。我吃这个。给我们嫂子打电话，来吧，嗯，今晚上咱家不开火，吃蘑菇，来来来来，吃蘑菇，两口坐等着，嗯啊，后台我有一徒弟，嗯，这次没跟来，就小徒弟，嗯，东北人，哦，啊。哎呀，大爷，嗯，你别瞎吃！怎么？这个玩意儿得有毒啊！哦，人说吃毒蘑菇容易吃坏了。哎呀，去，边去，嗯！我一口都不给你吃，知道吗？哎，哼，管着吗？嗯，把孩子轰走了。嫂子嘀咕，嗯，说的有道理，哦，咱别吃这，吃坏了吃死怎么办？啊，我不要紧，不要紧。街坊啊，对过旁边有一街坊养一只狗，哦，把人狗骗过来，嗯，快一碗，哎，让他先吃。他吃完没事咱俩再吃。哦，这狗吧唧吧唧吃，吃完欢蹦乱跳，没事，看了他半小时，嗯，行，把狗放出去了，回行了，来吧，他们两口坐着当当当当吃，嗯，刚吃完我那徒弟又进来了，大爷，嗯，狗死了啊，现在才死啊，两口子下汗都下来了，嗯，这怎么办，这个这怎么办，哎，我说别让你吃嘛，哎呀，你看我们老家净这玩意儿，吃完净死人，你知道吗，啊，你吐吧，吐，你上厕所，你俩人喝尿去吧。啊，喝尿就吐了。哎呀，啊，两口子真听话，一人一大桶，吨吨吨吨吨，真不少喝。喝完，全吐出来，吐干净。嗯，哎呀，我的妈，算活过来了。哎，小子，过来。哎，那狗死的时候惨着吧？可不，啊，大卡车咔就压过去了，白喝了。相声都是编的，嗯，这是真的，没听说过，全是编的啊。嗯，他跟嫂子这事儿说不过来，哪儿那么些事儿啊？他父亲的事儿就少得多，为什么呢？嗯，他爸爸这人说实在的啊，嗯，不爱掺和我们这个，是说喝个酒聊个天，老头烦得很，老头
好静，不好动啊。他那工作有关系，嗯，科学家，研究科学，盗墓的，这是科学家吗？这个没事扛着铁锨就出去了，嗯，看谁家坟，咔嚓咔嚓咔嚓，哎，给刨了，刨出来看有合适的东西，嗯，拿出来蹲在沈阳道那就卖去，好嘛，偷坟掘墓是吧？那回上河北省，看你坟，哦，刨开一瞧，嚯，什么？里边一具死尸，哟，都是白骨头了，老坟了。腰里系着一虎皮裙儿，地上扔一铁棍儿，写着"如意金箍棒"。我爸爸把孙猴那坟给刨了，他爸爸看看，啊，嗯，啊，大师兄的坟，哪儿拎的这是？不是这从哪儿拎的呀？那就是总看电视总演这个嘛，是吧？那电视剧里演的是我爸爸不能打猪八戒那儿拎呢，指着他，你这泼猴，嗯，哎呀，跟他们都没关系是吧？这是真的吗？啊，真的那个金箍棒能大啊，大噔，哦，大噔，哟，大大大，不太大了，嚯，拿不走了，啊，小小小小，哎，跟真似的，嗯，拿起来。塞耳朵里，哎，我爸爸就是孙猴，感情。打那边村长来了，哦，带着好些人，你干什么呢？啊，你干什么呢？好、啊、没有，好、哦、没有，你挖坟来？没有，不承认。大师兄这坟我不知道，嗯、啊，别说这大师兄了，就啊，嗯、啊，你把那个金箍棒拿哪儿去了、啊？我不知道，哦，拿出来，要不你要招倒霉了？怎么了？有辙你想去，啊，大死了。多可乐，什么叫可乐呀、啊？大伙儿爱听，我就爱说，嗯，就说这个。你说谁？说谁？说别人，人家告我去是吧？啊，我再说一个于谦的事儿、嗯。对，你把我怎么着了吧？也就冲我来。你把我怎么着了？是吧？啊、没有、啊。说一个于老师结婚不久的事儿吧。什么事儿？刚结婚的事儿。哦。洞房花烛，嫂子家有钱。过嫁妆什么都有，嗯，其中有一个紫檀的小盒，太精致了，嗯，挂着四道锁，哟，嫂子说了，咱俩人啊，两口子、嗯、这个盒你不许动，不许看，你不许看，你答应我，哎呀，大哥答应他，两口子都不许看。一晃三年过去了，嗯，这天家里就剩他自己，嗯，收拾铺底下把这找出来了，是装的什么呀、嗯、人都有好奇之心，当然就着没人拿改锥咔都给敲开了，打开一瞧，什么里边有啊？5000块钱，有仨鸡蛋。嗨，这个什么意思？嗯，偷鸡蛋不值当啊。是存4房钱。嗯，家里钱他管着。嗯，正看着呢，一推门，嫂子回来了。哦，四目相对，很尴尬，不好意思的。哎，金莲。嗯，那个，我媳妇叫金莲啊。小潘，还是潘金莲啊？那个，亲爱的，对不起你啊，嗯、我食言了，我把这打开了。但是，你跟我说你什么事我都不往心里去。嗯、你跟我说怎么回事？怎么有仨鸡蛋5000块钱呢？实在是太那什么了。哎，你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嗯，我反正，得跟你说吧。哎，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你。啊？我曾经有过外遇。哟，啊？因为这有一次外遇，我就搁里边一个鸡蛋。仨鸡蛋，3年有3次，这也可以。这5000块钱呢？啊，鸡蛋凑够1斤，我就卖下去了。去你的！光说你也没意思，我想也没意思。我们还有，好，给那边，好。待会儿啊，待会儿啊，待会儿啊。哎，都是我的观众，大家都有权利看看都长什么样的啊。我讲一个于谦老师新婚不久的故事啊。一个小盒。
他们看不见。哎呀，看不见也听见了吗？这不是吗？啊，毒蘑菇那个知道吗？您要重使一遍，可时间长了。我管那个去了，我也没什么事儿，两遍。好嘛。我们后台这些个人呢都特别好玩，嗯，你李菁，嗯，可到他这儿了。李菁是我师弟，哎，快板相声评书三门报，哎，在北京这一房唱快板里算是好的，不错呀。我们称他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对，李菁就是脾气慢啊，慢脾气慢，这个没办法啊。后台你这么些人开车啊，我都嘱咐慢点儿，慢点儿，唯独李菁开车快点啊，啊，慢点儿，哦，嘱咐他快，别给人耽误事啊。哦，太慢，嗯啊，有时一进门满脸大汗。哦，我说怎么样，今天开得够快。是，我跟人飙车来着啊，这脾气还跟人飙车呢。我说你可以呀，你都能飙车了啊，不错呀啊，跟谁飙车呀？嗯，一轮椅。这个，跟轮椅赛跑。我说这个玩意儿，你赢了你也不露脸。嗯，输了。啊？还输了？你说这车给他就糟践。我说你开多少？嗯，三迈。嘿，三迈。你走着说实在的，快不了多少。嗯，不是你多余知道吗？你多余，你快着点。行，我一会儿按着五脉这么开。哎，我不活着了，这就不活了。我喝出去了，我 啊，出去踩油门五脉。哦，跑，高兴。嗯，太刺激了。哎呀，口头禅。我的妈耶！风驰电掣。什么风驰电掣呀？这不就是飞？啊，五迈就飞呀！啊，开了十分钟，嗯，踩住了。嗯，我的妈呀，我得歇会儿，歇会儿，心都要出来了。至于吗？坐在马路牙子那儿，哎，我就是车呀太小，我要有钱我买一大车，换一车。老天爷，给我点钱吧！啪，怎么了？掉一箱子来，哦，里边都是钱，一沓一沓的，哦，傻了，啊，我的妈耶，太刺激了，啊，这么些个钱。是是，我这不光能换车，我还能娶个媳妇儿，啊，老天哪，给我一媳妇儿吧，嗯，啪，这个摔些美女来，哦，我的妈哟，太刺激了，太刺激。打那边来四个警察，嗯，这人是你撞死的吗？车祸呀。太刺激了。哎，咱们这人厚的就厚的在这地儿了，你看。什么太平歌词啊？哦，哎，唱一什么呢？白蛇传啊。嗯啊，行，白蛇传。哎，白蛇传是我们一传统的节目啊，嗯，唱完这个就到月底了，我估计啊。嗨，别唱完了，哎，说相声都得会这个，不会这个不算好演员。对，嗯，唱几句啊。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那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年头谁求不着谁，再来回来，来来来，就这么说话还听什么？嗯，
单刀会啊，单刀会，单刀会，大伙儿知道哈，这是那个关云长的故事啊。嗯，关云长、关羽、张飞、刘备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嗯，然后就跟着唐僧啊，西天老有唐僧啊，这后来呀、啊，孙悟空啊死了，没有那坟让人刨开了啊。谁刨开了呢？是吧？行了，行了，行了。这事说来话长。行了。坟旁边出毒蘑菇，你知道吗？这嘿呀，您这全连得上是吗？这多可乐呀、啊！什么可乐呀、啊？单刀赴会是吧？好好好啊！东走扶灵，西呀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罢书来信呀、啊。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关平接书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虎鸡呀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亭后来的来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骂了声则子你叫玉谦，想当初师父宽，谁别唱，咱们爷儿俩都给唱完了呢。演员这返场 啊, 啊这是没有限制的，关键要看观众，大伙儿喜欢听我们也愿意说啊。反正这之前啊，这之前因为返场我也挨了不少的骂，是吧？反的多了说我没有艺德，可是话说回来，大伙儿就是爱听，多说几个也他娘的犯罪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其实不光是我们演员返场，别的行业也返场，都翻场吗？前些日子于老师、啊、于老师阑尾怎么了又、做手术拉阑尾、啊、拉完了出来这儿也疼脖子也疼两下都疼，大夫为什么这儿也疼这儿也疼、啊、哎，今天很多医学院的孩子们来看我做手术、哦、我做得太成功了，他们都鼓掌，我翻了个场把扁条线给你拉了，这也翻场了。你看这回搬这个话筒李京不上来了啊、全上来了，他这个人说句良心话真好、嗯、好没脾气，就是慢，你这个太慢了，你这儿演出散了，我们在北京也是演出散了，他回家他媳妇儿一天、嗯、光喊他吃饭得喊八回，哦，媳妇儿跟那儿炒菜做饭、嗯、他进门了累死了啊，听那声也不像累的啊！媳妇告诉我，快快洗澡去，洗澡去，这饭就得了。嗯，你听着吧，这儿差四个菜没炒啊。他去洗澡，这四个菜端到桌子上，米饭盛完了，筷子拿出来，都准备好了，嗯、他那头还没湿呢。好嘛，根本就没洗。呵，细致一根一根洗。媳妇最恨他这个啊、嗯！炒完菜，一身油烟在这儿等着吃饭。嗯，到最后，行，我跟你一块洗，我也洗一个、嗯、啊。你算吧，媳妇儿都洗完了，他都没洗完啊，就这么慢。哎、媳妇儿洗完澡了，配着浴巾，讨厌，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嗯、不像个老爷们儿、嗯。哎，这一出来围着浴巾，叮咚，来人了，门响。哦，一看谁？我们后台演员叫徐德亮，他们哥俩最坏就是徐德亮。是啊，您昨儿来了，你看你倒霉德行往这一站了 啊，最坏，徐德亮，把这衣裳演好了，一开门，你怎么来了？嗯，走、哦。李京没在家，憋着什么呢？先废话，先废话、嗯，洗澡呢。嗯，你也洗澡了？废话，不管着管不着。嗯，哎，我看一眼行吗？啊，打开。哎呀，我看一眼。
我不白看。干嘛？我给你5000块钱。啊，给钱？5000块钱。哦，这媳妇一把抢过来，给看。啊，真看！啪，把门关上。你这个一秒钟挣5000块钱。是啊，高兴。嗯、啊，回来李菁也洗完了。嗯，谁来了？好嘛，我才完。徐子亮。嗯，徐子亮来了。走了，我给轰走了。嗯，别轰走啊！他欠我5000块钱，说今儿送来，来了吗？还账！其实徐德亮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知道吗？徐德亮为什么这么坏？嗯，师傅教的。师傅，你别瞧那模样不济，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嚯，从小一边学着艺一边上课，嗯，单弦是跟北京的单弦前辈蔡方、赵俊良小的，德国真传，少白派京韵，他是跟白五爷、白凤林学的，好啊，相声是跟张文顺小的，张先生，小老艺人，嗯，后来一边学艺一边上学、哦，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有文凭，算是德云社，嗯，最高学生吧，啊，最高学历，啊、学历最高的啊，嗯嗯、坏。他师傅张文顺啊，张先生给我捧哏多少年了？对，有观众知道。嗯，一肩膀高，肩膀低。哎，对，老这么着啊，坏老头。嗯，打小就跟亮子，亮子10岁，他师傅就收着他。哦、是啊，师傅，师傅得教你啊。嗯，师傅教你啊。教什么？教你好玩的。啊，什么好玩？你回去跟你爸你妈跟别人斗，你就说我知道事情真相了。哦，你就能吓着他们。啊，得教这个。是，孩子哪懂啊？嗯、回家看见他爸爸了，我知道事情真相了。哦，爸爸汗都下来了啊！爸爸给50块钱，啊、别说去，别说去，别跟你妈说。哦，这太好了，这个、啊、转身找他妈，我知道事情真相了。哎、宝贝儿，妈给100块钱啊！涨价了，别跟别人说，别跟别人说，这两口子都有事儿。呵，你看看150啊！嗯，一出门看见那个门口送信的了，哦、一指人家，我知道事情真相了啊！送信的哭了、啊哎、爸爸抱抱把徐德亮跟李菁加在一起是也不如于谦哎还归到我这儿，那、嗯啊、真是不如于谦。嗯、啊，我们是从小发小多少年了，嗯、啊，说相声，但是小的时候说良心话，他的智力也差一点，因为什么？咱不好意思，背着我也没用啊，我怕你听见，已经听见了。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那么大，一脑袋嘎巴菜那炉子，哎，啊、糊里糊涂。谁说的？糊里糊涂。你小的时候，他跟李菁。俩人最爱斗，他比李菁还大哦，可他没李菁聪明，是吗？啊，那小时候一块说相声学相声吗？嗯，俩人走一对联，李菁那口袋鼓鼓囊囊的，嗯，让他看见了，站住，嗯，拿的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带的煮鸡蛋。我们俩都够聪明的，给我吃，哦，给我吃，你猜，你猜有多少？嗯，猜着给吗？嗯。你要猜着，这俩都给你。嘿，啊，于谦，于谦，想想，嗯、啊，5个，还没猜对，好，都告诉你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恨我们，怎么？他蹲班好几年、啊，跟我们一块儿，不至于啊。小的时候我们都住那集体宿舍，啊，就是他坏，嗯、啊，他害我们，害他零花钱买了瓶硫酸，哟，顺到铺底下去了。半夜我们都睡觉，他起来了，打开瓶子倒了他那个漱口的那搪瓷的那杯里头，蹲蹲蹲蹲，端着硫酸，哼，我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哟，行啊，郭德纲，嗯，李菁，你们完了啊，给你们毁容，嗯，喷到你们脸上你就完了。哼，哎呀哎呀。哎，大伙儿这是挤兑我犯错误啊！啊，23个，这个
22个是上次在北京创下的最高纪录。嗯，你们知道你们知道22个就给我带来多大的祸吗？我们同行们都恨不得弄死我呀。其实除了相声界的部分同仁之外，全世界的人民对我都是很友好的啊。真是，我谢谢大家。摊煎饼的不恨我，唱戏的也不恨我，这是同行之间。我们这行有一个优良传统，谁也别好了。凭骂你就好了，你不被你毁了我睡不着觉。大伙儿听嘛，听咱们就多说。我谢谢有这么些人支持我，我怕什么？我怕了。再说一个李菁的事吧。哎呀，您还是别说了，这倒霉的都是我们这几个。那怎么办呢？你们几个以后要告我也方便。一样也敢，两样也放。李菁爱好很广泛。嗯，他特别喜欢画画。哦，写个毛笔字书法。哎，在家里墙上写。墙上写，写完了媳妇就刷浆。嗯，当初他们家180多平米，嗯，现在还剩40来平米。嚯，全是腻子了，这个房不够住的啊，好这个。后来迷上那个摄影了，照相。哎，出去拍那卖早点的啊，嗨，烤肉串的啊，拍这个。拍什么拍什么？回来大伙儿，徐子亮也劝他，你这个没品位。哦，你见过哪个大师就拍早点拍出名的？是，真正讲究上档次，人体摄影。还给他出这主意，他可往心里去了。哦，往心里去，拍谁呢？嗯，拍于谦。哎，那也得有人看呢。啊，别管别人，我自个儿就能吐了。嗨，不至于那么恶心也。啊，拍谁呢？嗯，德云社那几个老头。嗯，不行，是不行。拍女的呀？对呀、啊。谁行呢？坐屋里着急。嗯，家里雇一小时工。哦，20来岁，一女的。给他们家擦玻璃，一瞧，真香！嘿，俩字还这么慢呢。嗯，跟他媳妇说，嗯，你要支持我工作，这怎么支持？我是个人体摄影的艺术家。哦，你劝他干嘛？上那屋洗澡去。哦，我偷拍。哎、媳妇说：“你这太下三滥了。”是，我这是艺术，你懂什么懂啊？哦，你跟我说这事儿吧。啊，嗯。磨的媳妇没办法了、嗯、啊！这，改天吧，改天我找一节骨眼，活多出汗，我劝慢慢来。哎哎，过了几天，收拾屋子，人这女的出一身汗，媳妇来来洗澡洗澡，人家不好意思，那怎么合适？我陪着你陪着你，哼，陪着洗澡啊，陪着洗澡。嗯，一会儿洗完了都完事儿，打发人走了。一出来，啊、李菁眉毛都立着。嗯，谁让你跟他一块儿洗的？怎么了？那怕什么？嗯。我还约了徐德亮呢。于谦、徐德亮、李菁仨人，这个相声专场。这是围绕他们仨，这仨人最好。哎，都哥们儿吗？这仨人关系最好。嗯，吃饭也一块儿。嗯，出去玩去一块儿。对，洗澡去也一块儿。爱洗澡。这仨人泡澡堂子，堂腻子。早晨9点门一开去了。那么早？夜里11、12点才完事儿。哦，他们去呢就是便宜，不是洗浴中心啊。嗯，不是，就那10块钱一个的那个。啊，进门脱衣裳扔筐里头。脱筐啊。哎，脱筐嘛，是吧？哎，一洗就完事儿，一睡觉，嗯、夜里12点火起来了。三位起吧，起吧，该走吧。12点了，关门了。关门了啊！起，嗯，仨人起来，到筐这儿，嗯，衣裳没了。啊，衣裳让人偷了。伙计，这没了，这个地儿不管。啊，活该。嚯、哦，你借我们没有？嗯，我也就这身。三位出去吧，咵、哎，推出来了。大
半夜了，仨老爷们光屁股站街上，嘿，这怎么办呢？啊，徐德亮也着急，坐这儿怎么办呢？嗯，那、啊、怎么办呢？哎嗨，瞧我们这仨性子啊，怎么办？想辙吧。嗯，于谦说：“那怎么办？想办法。”李菁有办法吗？我回家给你们拿衣裳去。干嘛？徐德亮说：“行行行了吧？”哎，对。啊，你回了家，你拿来衣裳，卖早点都出来了。对。是吧？回来了那就。哎，一想，嗯，谦儿哥的家马路对过，近，咱们跑过去，让谦儿哥扔下几件衣裳，他回家，咱们就走了。对，啊，谦儿哥说那也行，可有一样，嗯，咱仨人一根绳拴仨蚂蚱，嗯，谁也别跑，得有义气，嗯，手拉手一块走。哦，这仨人啊，一丝不挂，就李菁戴个眼镜，那也不管用啊。这再来个口罩，算三点式。什么乱七八糟？三点式这儿三点呢？夜里，嗯，仨老爷们光着屁股，嗯，手拉手，那怎么办呢？走到大马路上，嗯，这大马路啊，这灯泡啊，都让小孩们拿弹弓子打碎了，黑了。这天刚换上，啊，刚换上啊，可真亮啊，啊，可是大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哎，没人。仨人纳闷儿，行了，就别找人了，就没人，没人。嗯，谦儿也纳闷，哎，怎么没人呢？就是怎么没人呢？嗨，这多明显的性格！没人哈、嗯。那天正好是北京申奥成功，怎么了？打那边来一万多人，游行呢，过举着大旗子啊、嗯，顺着马路跑过来了。哦，申奥成功喽、嗯！哦。瞧见了不是？一万多人，一个敢说话了都没有。是吓着了。大半夜撒光屁股的啊！大伙都愣住了。嗯。五分钟之后，于谦说话了。说什么？哇，原来地球是这个样子的。外星人。不光谦儿哥有意思，嗯，谦儿嫂也很可爱。好嘛，范围越来越大了，这是。你说谁呢？这玩意儿，他媳妇儿，好人，那性如烈火。哦，哼，大个儿，嗯，肩宽背厚，那么壮，青须须的胡子茬儿啊，还有胡子茬儿，一巴掌宽护心毛。哎，对，啊，男人的性格，嗯，男人性格，整个他们那胡同没有不怕他媳妇儿的。那么厉害、啊，于谦儿没事啊？是，大人小孩都出来进去的。嗯、有谦儿，谦儿，这不怕我，也没有不拿我当事儿的，知道吗？啊、爱你吗？爱你吗？老大爷看见你也拄拐棍儿，谦儿，嚯、哦，啊，够了，这一下就喜欢你啊，喜欢拿棍儿棒啊，拄拐的过来，谦儿，我这后脑勺招他们惹他们了，这人缘好、啊，人缘好，人缘好都这样。可是，一见他媳妇儿不躲，他那么害怕。怕他、嗯、横啊横啊，一天喝好几杯酒，哈哈，喝酒，嗯，呵，厉害着呢，脚踩着凳子，哎，干嘛老端架、啊、跟老爷们似的。哦，小孩们开大摩托回来了啊，一看他愣了，嗯，他一直干嘛，来过来、哦、坐上，他开，他开一圈、哦、就这个啊、嗯、咚咚咚咚咚喝酒，喝喝得晕得乎的，嗯，人家新买的大吉普啊，一下车，别动！哦，我来一圈。他还开，蹲蹲蹲蹲蹲蹲，啪！一扔酒瓶子，下车，上人家车了，开车，跑去吧。嗯，这车跟马路上画龙，喝了啊！前面有警察，停停停停停停，车就停，打车上下来了啊！奔、嗯、警察去了。是，警察说你怎么这样呢？刚我说话，手机响。嗯，警察拿电话，喂、哎，谁呀、啊？接电话。啊啊啊！嗯，他一瞧这机会来了，上车关门，跑了。就这么愣哦，到家把车一锁，回屋睡觉。嗯，早晨六点，梆梆梆砸门。谁呀、啊？一开门，站着那警察，找来了。你那车我给你开回来，把警车还我吧。换了。啊？
这是瞎说啊，就是嫂子不是那样的，可不是吗？嫂子很淑女，哎，文文静静的啊，但是也很前卫，这么一个人，还前卫，嘿，捯饬的，画的眼睛眉毛，烫的头，嗯，所以俩人刚结婚那会儿，那个情投意合，那是开着车两口子出去，嗯，嫂子穿着也讲究，嗯啊，其实嫂子不横，他横。正反全让您说了啊，要不你上这边来，还是您说得了啊。他横，嗯，拧着眉瞪着眼，嗯，开车出去玩去，啊，显摆，夸，停住了，哼，指点江山，嗯，你看那个山，你看那个水，是，他嫂子，哎，你看那边是什么呀？嗯，前看看，白菜，嗨，我媳妇连白菜都不认识了，白菜地，嗯，哎，我想吃白菜心儿啊，给我偷颗白菜去吧。什么人这是？前儿下车，唰，跑去偷白菜。嗯，一会儿再回来一瞧，吓一跳。怎么了？嫂子从上到下，一桶油漆，啊，全身都是啊，油漆。这睁着眼强着，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弄菜去了？那边那小窝棚里边出了一个看菜地的人，哎，他说看我这模样恨得很，给我弄了一身油漆。哎呀，于谦气，伸手。大铁棍子抄起来了，啊，甭管了，叮叮叮叮，两步倒过去，找他去，啪，把门踹开了。嗯，谁？嗯，弄我媳妇一身油漆，给我滚出来！啊，打里边出了一人，哈，嗯，怎么？那么高？啊，怎么着？于谦多横！嗯，哼，哎哎，行，这我别这么仰着跟人说话了，就，哼，啊，你给我媳妇弄了一身油漆，是。你有意见吗？啊，我告诉你，啊，油漆干了，那说什么呀？其实我们嫂子也不是那样人，是哪样人您就说哪样人就得了，不能总说他们也没意思。嗯，相声演员四门功课的第二门叫学，学，学不容易。嗯，学说话，学表演，学唱，学做戏，对，都得学。嗯，包括街头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吆喝。比如说，嗯，比如说，过去卖菜的，青菜，吆喝好听。嗯，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的，哎。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十几样青菜，嗯，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似的。学一学，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这是青菜，这是北京的吆喝。对了，咱们天津卫也有。哦，比如说卖药糖的，药糖挎着一玻璃盒子，里边是药糖，嗯，人捯饬的干净，糖也漂亮，一串一串的，哦，另一公斤，您再学一学，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好，这是卖药糖的，卖药糖的。过去卖糖葫芦的也挺好听的。嗯，北京东西南北城各不相同，有区别。好听的是北城，怎么吆喝？深宅大院居多。嗯，吆喝起来能把几层院子打透了。什么味道？米雷冰糖葫芦来哟，葫芦这也好听。糖葫芦，嗯，到咱们天津不叫糖葫芦，叫汤墩儿。对，糖墩儿，吆喝一个字儿，叫墩儿啊。对，是这意思。墩儿啊，嗯，我家住虹桥区，嗯，我认识一个卖糖墩儿的，哦，吆喝跟别人不一样。他怎么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哎，这有点意思。就是没有糊。哦，好啊。一刀把这红果切开，把籽儿 K 出去，嗯，干净卫生。就是没有糊啊。
也行啊。因为这声吆喝成为品牌了。哦，跟前多少家他要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那他火了。挨着他最近的有人啊，跟他学也这么吆喝。啊，就是没有糊啊，一分钱都没卖。怎么回事呢？他是卖核桃的。谢谢大家啊！说一宿啊，你带着被窝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其实没事来听听相声来是很有意思的，是听听相声，看看戏，听听大鼓，嗯，多好啊！我经常跟别人说，有功夫多看看这个，嗯，支持我们的传统艺术，对，说明您爱国呀、啊。嗯，我有一街坊一孩子。会七八国外国话，嚯！英语、日语、韩语、法语、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西斯拉夫，没有这个，都会。嗯，跟八国联军坐了一块对着骂街，能不带重样的？啊，那么横！我说你来听听相声，我不去。为什么？我听不懂。嘿，恨得我呀！法律不管，我早弄死他了。七八国外国话你都懂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不懂，就是炸酱面你都不爱吃，忘了本了。是多听相声吧啊、嗯，说明您各位爱国。我们说相声目的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嗯，是爱这门艺术，喜欢不希望它完了。对，茶馆里有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它完了。”我也是，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对，我爱他，他妈谁爱我呀？有这么多观众爱你，谢谢谢谢谢谢，没事多看看戏、嗯、挺好，传统文化你看一次你当然看不进去了，嗯，慢慢来，对，总会有上瘾的时候。说句良心话，你听交响乐有几个真听得懂的，是吧？交响乐你看芭蕾舞都明白，是吧？是，也不见得，慢慢的来，对，循序渐进。我爱看戏，包括地方戏我都看。是吗？我到河南我看人当地演的豫剧。什么河南梆子好听，我一看，我看好些日子，我喜欢。是啊，啊，河南有的那个那叫木表戏。什么戏？木表戏。哦，提纲戏。是这个连台本，这一出戏可能要唱半个月，哎呦，可能要唱20天。嗯，没有准词，后台挂一提纲，大伙按这提纲来演戏。哦，演员得有能耐，好凉。不过有时候也净出事儿，还出事儿，萝卜快了不洗泥嘛。哦，我看过他们唱《封神榜》。是啊，有一出有一折吧，反五关。哦，黄飞虎，啊，带着兵将反出五关，嗯、有一关是潼关。潼关，潼、啊、关，嗯，来了潼关这儿，勒住马。嗯，正催马来用木砍，眼前来到一座关。苍贼苍，正往前走，眼前来坐一座城关，不知什么所在，带我下马一观。好，下马看。哎，苍，嗯，看，嘟，苍，嗯，城楼上写定三个大字，潼关。对，这是仨字吗？这个，哎，不识数，这个是、啊。你到后边黄河镇更可乐。怎么呀？黄河镇的时候啊，有一个主演。啊，就是赵公明，赵公明大花脸，对，骑着一匹黑老虎，摆下这黄河镇，不让姜子牙过。哦，来了一个了事儿的啊，燃灯道人，是骑着梅花鹿来的，骑鹿。哎，两个人一见面都认识，嗯，分别下了坐骑，嗯，这边下了梅花鹿，这边下了黑老虎，对，来劝解他，没想到没劝了，一说急了，分别上坐骑，两边开打打架，这儿有两句唱，哦，哎，这一唱。赵公明把黑虎跨、哦、上老虎，赵公明把黑虎跨，对，燃灯道人我上梅花，骑鹿吗？燃灯道人上梅花，梅花鹿啊、嗯、哎，没想到演员一乱唱错了。怎么错了啊？赵公明我上梅花，哎，他上梅花了，你骑了梅花我骑啥啊？我的老虎你骑吧，对，我骑老虎我害怕，你别唱了。起吧，大老板，大老板也行啊，这地方戏，嗯，京剧我们也总看，是
那是国粹。有的时候一句唱腔就使人想起一出戏来。有吗？有啊，比如说《四郎探母》里有一段叫小帆。哦，那高腔嘎掉，这是最高的了。对对对，特别的高，嘎掉八度。对，比这高啊。你扶我上去。对，你上哪儿去啊？没有这么比的。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给大伙儿学学《四郎探母》的叫小帆。好好好啊，听这高腔八度，就爱听这句。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亲见，站立宫啊门叫叫房。这最高你知道吗？这还高呢。我最爱这个你知道吗？不是，您不能翻下八度上去。你也没说上八度啊。就是得上去。你知道这出戏哪儿来的吗？还有出处吗？京剧原本没有。哦，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梆子有。梆子的叫小帆特别好听。怎么唱？响彻云霄，绕梁三日。您再唱唱梆子。学学梆子的叫小帆啊。来一段。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停。你们看着点穿绿的那孩子，他就把我命要了。说了不少了吧？啊？啊？多少？那重来一遍啊！重来像话？有数着呢没有？啊？是啊，四十七个。哎，好，大实话，行，听你的。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对，啊，把它奉献给各位。有会的，咱们一块儿啊。好，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日。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以前郭老师都是翻场22场，今天我们刷新了一个最新的记录，24场。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了，演出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光临，再见。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啊、能力有限，就是有膀子力气、啊、唱几句，唱几句劝善歌吧，好吧，劝几句、啊、混沌初分实在难消，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生命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早就命也该着啊，买卖人能忍，和气生财，不论这个贫富一个样儿看待，买呀买，卖的受主道啊，站柜台笑颜开，休要发困的我要发呆呀，似你这个买卖怎么养儿不发财呀，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轮的什么少，冲好汉你逞钢枪，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你来听郭德纲啊，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请您欣赏山东二黄，表演者郭德纲、于谦。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的介绍。介绍什么？有人不认识我。哦，因为什么呢？嗯，主要是啊，这些年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哦，艺术上不能够达到一个位置。哦，所以好些人不认识我。那也正常。别看今天来了好几万人啊，哪有那么多呀？啊，包括前门一带吧。算是人家干嘛呀？不认识的跟人解释一下。啊、哦，您说一下就完了。好。嗯，刚才有一个观众说不认识我是吧？嗯，好像还数来了似的。啊，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啊，郭德纲。好，这么介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哦，您可不能这么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哪有不认识他的呢？是，你叫什么来着？今儿就一不认识我的呀，于谦。对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于谦。对，好。哪儿好？我佩服你啊！干嘛呀？有能耐！您太过奖了。本职工作做得不错啊，相声啊，嗯，别的行业也干过啊，也是，是不是？之前也干过点别的，拍过电影，对，电视剧，干过，都干过吧？没错。我看过你吗？是啊，我跟那里头瞧见过你。哦，电视啊，嗯，看见。看那里有演过你哦，好，净演大活。嗯，是周星驰那个嗯，大话西游哦，有他，哎，这有我演那个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您怎么找着我的呀？这别人都化妆，你没化妆吗？对，我就像那妖精似的。这一见面把导演吓坏了。哦，这个造型谁给弄的？这个太像了。哦，演得不错。嗯，后来有一个雷雨。我演谁？演雷雨。雷雨怎么演啊？你有下雨的戏，你站着弄个水管子，巨物啊！好啊，这还好。后来有一个大片叫《无极》。哎，对，演对。这要没有你，这个戏完了。啊！上至导演、制片人，下至工作人员，谁也活不了。哎、你了不起，行了，你送盒饭的。我就干这最亏的活。你了不起，我很崇拜你啊。是啊，最近又添一新买卖。做什么了？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差点吧？啊，近郊远县，大小三蹦子都是你相片。那管什么呀？提你5块钱就到，不提我2块钱人就走。这提我干嘛呢？
向你学习呀。嗨，甭学了，都是演员，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嗯，你先把我搁到王府井，认识我吗？嗯，不认识我。哦，啊，于老师搁这儿，嗯，认识我吗？怎么样？对，认识啊，认识。认识还退？不认识能退吗？说的也是，我怎么那么遭恨呢？你投人了，遇见投人了，没听说。太好了，嗯，向你学习，我学了。当然了，嗯，作为演员来说啊，嗯，要谦虚。啊，那倒是，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你说曲艺，你说戏剧，嗯，电影、话剧，哦，哪个行业都是我们的老师，是向人去学去，应该是不是啊？嗯，离着我们最近的就是京剧。哦，那好啊，京剧是国粹，对对对，生旦净丑，唱念作打，讲究啊，多的学问呢。嗯啊，于老师这方面很好。哎，我好的。你虽然说五音不全吧，他好唱戏。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呢？我学吗？这京剧院的老师都夸他，夸我真用功啊！啊，那下功就这一个人，说实在的啊，你能坚持下来不容易。真的我下多的功夫学一个音儿，不，您那五个音就剩一个音了。好嘛，再想多都没了啊！还学龙套，学龙套，学龙套有音儿吗？有啊，你这么说话吗？这个，嗯，有。我听你在家喊嗓子，弦师给你调吗？怎么调啊？哦。也就这一个音儿，小子好啊，小子好、嗯、这点他随他父亲。我爸爸也龙套啊。不不，他爸爸名票。哦，票友。票友是是好票友，不是退于专业的、啊、那也下过功夫啊。爸爸唱得多好啊、嗯、啊，我最爱听他爸爸唱。是啊，嗯，街坊邻居也是。哦，都爱听他爸爸唱戏。唱得好吗？啊，唱生孩的，生旦净丑，唱生孩的。哦，有一年李世济老师，哦，唱三娘教子，哇、哦，特意请他父亲一起配戏。怎么说？于老爷子要不来，我不唱了这戏。是啊，这身份呐、啊，身份一出场，嗯、可唱得好，就那几句唱，我到今天记忆犹新。唱啊，好听啊。怎么唱的啊？学一国白兰说，来了吧。是啊，你学着小孩的像像像管什么呀？这有戏吗？这个像太像了。来这孩子好好啊，好个你长点个好不好啊？唱娃娃声，唱娃娃声，这么说了不能这么说话。太好了，太好。他祖父也好唱戏。好，一家子他也好唱戏、嗯、啊，轻也不唱。那是啊，得对着机会，有了知音才唱。哎，给人唱。当初他们家住大杂院，嗯，院里有老寿星，哦，99岁。嚯，中国来说，99岁算100岁。那可不是吗？百岁大寿啊，过整寿，孙男弟女五世同堂。特好，他们祖父去给人唱去了。哎，老头坐正当中。哦，谢谢您呐。嗯，知道您轻易不唱。对，来一段吧，唱吧。好，我给您唱一段8月15把寿拜。对对，提醒英姐的戏啊、哎嗯，唱吧。八月十五，什么字？这四个字没唱完啊！这老寿星，这怎么回事啊？喷了那些个血呀、啊，吐血了。当时光机就扔那了，死了。到出殡那天，人家家没人哭，怎么不哭？别哭啊！啊，一哭回来，于谦他爷爷说咱们学他，好嘛。这还忌讳呢啊！说这意思、嗯、我得向你们学习啊，给人唱死了，向你们学习啊，学习你们这种精神。什么精神呢？我爱唱戏。您也好啊？我也爱研究这个。是吗？平时没事也唱，可乐、嗯、戏里边多有意思啊。这好啊，对，有这么一出戏，可以说大伙都知道。哪出？叫方圆会。哦，秋胡戏。秋胡戏七。对，里边有一段西皮流水、嗯、我最爱这段。是啊，唱起来好听啊。您给嚼一嚼。江洋者的啊，唱的我给大伙唱这个、嗯、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好好好、嗯、来这段啊，嗯，今儿没有过生日吧？哎，好，您也给人唱吐了血呀。啊，那把我跟那个人，我们哥俩这别搁在一块儿摆。不是哪儿的哥俩，一唱起来这个味儿的啊。您唱。嗯嗯，气有火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我马蹄也忙，河里钓岸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盘上天影儿，好似我妇女后影，好像我妻儿郎奔当乡的亲乡亲人。
我这俩米那米最非常好，是这味儿的。这出戏在当年来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很多票友也爱唱这个，是吗？我认识一位山东朋友，哦，用山东方言演唱过这段方言会，还用方言比相声都可乐，是吗？这里是口头语、俏皮话、打嘟噜，什么都有，怎么那么热闹啊？你唱起来这样的啊，铁虎打马，我本能下的力，正爷那个路啊，发说马翻平啊，提呀，自音撒下了品呐、啊，难得你我的音字上，撇家撇爷撇父撇母撇子又撇妻，在前场死了别人，高堂的母，在后场死了别人，发得气，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弟弟，点点点点弟弟，这不这个泪被提，大丈夫气。能儿无知热气，上边两只军师又能送了地，不知为何那帮儿发了发了，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压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见再说明鬼气，不望眼一夜天发龙我心虚，他风发拖在那五下身前马炮摇晃，雨带住他掏钱叫我在朝里，他叫他回家呀看着不去，他叫他发了皮人发回挑里，今夜本来的三月大老爷的有展业在那个美大号，沈传说那个懒巴山那咬鸡桌那个板巴山那口上边那个骨头山那脚下山那个祖国山那老师来小心眼冷手上头两盘盘的也乱接了也乱接了，这我在这里还因为好像个罗斯女，还因为好像个大的气非常想气想气阴却是热错人了你那女人是咋的好，下面请欣赏相声《学跳舞》，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一万人，这有这么多人？好几千、上万个人，都是捧您来的。没有，听相声。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不敢当，真好。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说，可您这个相声演员，都是从事什么职业？您会聊天不会？什么相声演员是说相声？就只是说相声，是那可不是吗？其他的工作还有没有？我不干别的，别不好意思，没有外人。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就没有外人。你不干别的，就指着说相声是对。嗯，淡泊名利啊，了不起呀、啊？没有什么，好好干。哎，有发展前途。谢谢。虽然说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吧？啊。但是我支持你啊、哦！谢谢您。您是干什么的？管着吗？我跟你过吗？你要死你、啊！讲你吗你？不是，咱聊天，我跟您问问，您是干什么的？看出来了吗？我要看出来，我不就说了吗？你猜猜吧。这还怎么猜？猜不出来。猜猜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没法猜。哈哈，不要紧的啊，不要紧，猜不出来啊。我告诉你，那您就直接告诉我。但是不能白说。怎么了？你得起个誓。我起什么誓？你不能对外说的。您也该保密。你要说了，天打五雷轰，让雷劈碎了你。人家知道你这么起一个小事开个玩笑，好好好，就干脆就不说。不，你到我那来一百遍，一百遍，那就甭干别的了，那就别说，这不说，肯定的啊，真看不出来吗？您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啊，舞蹈表演艺术家。不
真没看出来，我也没看出来，这像话吗？你自己都没说一个演舞蹈的吧，行，折了，我都能加大这个不接着，这个不接着，能有这事吗？这个练舞蹈的，你俩可以，比人高，练舞蹈的，真看不出来，就算是一个啊，一个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啊，还不能别客气，不客气，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工作很忙哦，都干什么？研究。研究探讨继承发展是吧，给人照相谁照你太阳了，谁照你谁照你谁照你，有时候给人照相，您就干脆说您探讨嘛，继承嘛，啊，开车进取，表达传送，蹦跳互汗圈子的淤血美人乐呵的，对对对，你越说词越水，就是跳舞，我就是知道跳舞，我是舞蹈艺术啊，可能你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行业里有很多前辈你应该是知道，您提几位，杨丽萍、啊、那是大师啊，杨丽娟他爸爸很支持的，嗯，对啊，跳河那个是吧，嗯啊，嗯，他是跳舞的吗？他跳海的，嗯啊，嗯啊，刀美兰啊，那也好啊，我们的老师刀美兰，嗯嗯，武藤兰也是您的老师，我没跟他学过，但是我看过他的作品，这位也不是跳舞的啊，我往那儿联系，陈爱莲有啊，吴倩莲，后边这老坠了，您不是的。好可怜啊，万人嫌，不是讨厌。哎，这您快这样，什么这样？没有，不错，一点都没有。咱们有很多前辈，有点我们很尊敬。是啊，吃水莫忘挖井人。哦，你不能忘前辈的老师。那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就这么讲，挖井分两种，一种是机器，一种拿铁锹。机器还行，突突突，铁锹要是硬了，那你不是孙子吗？您干，您干过这活吧？您什么话？您老提这挖井的，把您说跳出我们的心里有老师，我想着老师，没有老师有我们吗？俗话说得好，你得闹清这个道理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哎，这道理你说先有鸡先有蛋？先有鸡，鸡哪来的？当然猪的呗，在哪儿来的？鸡下的。我来的。您什么？您说是先有的鸡，先有的？先有的嫖客，后有的鸡。您是搞跳舞的吗？您不是，我们学的是我正式学出来的科班。太假了，我还是那个大的院团学出来的。是吗？不是那个小那个什么舞蹈培训班，不是那个小班，不是北京有的是那个，对，北京文顺舞蹈培训学校，文顺就是靠那个歪肩膀那舞蹈那个，啊，北京文高舞蹈学校，啊，北京文山舞蹈学校，我全办班了，就是他们那个，啊，河北哪有的？石家庄富宽舞蹈学校，没听说，你们石家石富宽，石富宽。别提啊，不干了，师范过去，我们什么事儿？我们是正式的大小小的，耶，还大小小的，怎么说？大学学那就是正式的大学，学出来说呀，啊，好好学是吗？好学，我韩国教出来的，那韩国，你不学乐？您先说学什么的？韩国舞蹈学院，哦，我们院长。找医生，多少钱干别的？现在小北一块儿，中山人民小青哥鸡腿儿，这各种饭又好吃。你用不着这资，小晚上都跟他学。你看那在那儿学习有很大的压力，嗯，压力。
压力啊，很大的压力。上课紧张，我天天放了学了就有会儿松快功夫，哦，跑出去找这韩国酒馆，嗯，来二斤辣白菜，放松一下啊，吃辣白菜就行，要点白酒啊，韩国的低度的白酒，来来瓶低度啊，低度，真度啊，真的低度，什么呀？那就叫真度，咱就喝吧。喝点酒放松一下，为了是这我们这舞蹈室在做点贡献嘛。还真真哎，毕业之后各处采风去，啊，收集素材。对对，你吃什么？铁生活。你看我都不听说这个。白采风啊，什么？铁什么？铁生活。铁生活嘛，啊，哪儿都去。新疆，新疆去过吗？没有。没去过。好，好，新疆，新疆的舞蹈太好了。有民族，有民族，看好好看，嗯啊，调查研究，最后咱们才发现，要是不来不知道。您知道，这你来才发现，新疆人不打啊，人的肉串呢，今天是拿药都对了，谁也不腻，着急呀。先，您看他吃什么？你不吃饱怎么练舞蹈啊？是吧？您得锻炼，您得练。咱看西藏的，西藏也有舞蹈。喇萨，喇萨，喇萨，喇萨嘛啊，肯定是念倒了，你念倒了，喇萨。喇萨，都木真亲热呀！是，弄我给我脖子弄擦，哎呀，擦，这多干呀！这是一种尊敬，尊敬。喇达呀，喇达啊，喇达！我一研究才发现，这个舞蹈的动作啊，跟这个国土面积是有关系的。这挨着事儿吗？你看这西藏舞蹈，呼，不够嘚瑟吧？这，你看日本的舞蹈都在这儿。真开始就小就这小就这样一句话就这小啊，你看这小跟咱们怎么比？那是中国的苏联跟咱们那个那天气预报啊，光报那五分钟地儿多，哎呦，这儿多，这儿哪儿哪儿怎么着，人日本的天气预报就一句话，全国无语啊。这小，你知道吗？早就才下雨。其实我常年来说吧，是在这个英国那边生活工作着急。欧洲啊，英国，别别露馅。英国就欧洲，谁说光喝酒也有关系？就英国喝酒呢？我喜欢这个英国啊，英国。那你说还？不光在英国，有时候还去伦敦。嗯，伦敦，我就是英国的。伦敦，我说这可玩笑。您就说英国干嘛？英国很好，是吧？走到伦敦，伦敦大街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空气中都有音乐的声音。是啊，街上很整齐。对，这边埃克尔红茶坊，这边老伦敦炸酱面。伦敦吃炸酱面吗？走到街上，哎呀，心旷神怡啊，很安静，又吵又闹的，人少，偶尔有一个小贩啊，打街上一过，很低的声音，一声吆喝，呵，真是这么惬意。喊什么呀？来水晶楼吃花轮去喽！搞这么大一店，小商贩对，我这看一看，呵，好几十米高广告牌呢啊，这上面工会英国女王啊，拿着一个珠饰扇子，写着。哎，我爱藏历。英国女王减肥呢？人呢？然后我看着挺痛快。我看着有卖的。没事，我们就什么？我们这些个就是玩舞蹈的这个货们吧，是吧？跳舞蹈的这些演员呢？啊，我们这些个演员货们吧，是吧？最大的帮助。讨厌，不过啊，你甭巴结我吧，我这是巴结你们吗？每天下午我们大伙都聚会，聚会一个人喝下午茶嘛。哎，他讲究这个，在一块儿，我们就找一个话筒，哎，老师，别话我，别话我，等你啊，没有的，有有有，都不用去文化局馆。那体质人还真熟。嗯，好，咱就台球厅啊，电流机厅都有。嗯，二十多米，二十多米多功能区。好，您在这，我们这些跳舞蹈的都上那儿指挥。哎，我看他把这话说出来了。那个开会去嘛，开会，赶紧
济舞蹈，哦，下午茶啊，等于我们茶水啊，对，什么什么饮料、蛋糕、甜点、果品，对，试着推小车、蛋糕车，哎，马骑着挑，什么都有，哎，炖萝卜呀，扛火是吧？扛着苦蜜啊，憔悴，别说了，您甭想因果，您在这儿当然能研究。好几个人没见过，你知道吗？废话，这都北京小吃，哪见过这个美食啊？啊，吃吧，不见吃，玩就吃啊，不见玩就吃。对，来块猪肉，有点奶油，来块糖蒜，都会吃。用那个意大利的那种很好的瓷器啊，你来来杯豆汁儿，来豆汁儿，豆汁儿，啊，好这个，这叫什么咸菜汁儿？一份一块吃这个，人家豆汁儿，当地有一个伦敦人干了三辈儿干掉了，伦敦人一好就伦豆汁儿一连，不在这儿闯出弯来了。人当地人说了，不能喝豆汁儿不算老伦敦人，咱老就有。哎，有时候就下了这儿活动，一般逢周六啊，我们就进宫了。您还做一个小手术？没验。你很恶心，这话进宫了吗？你不是说的很阳刚的？那你这什么皇宫啊？皇还是到皇宫里边去跳舞蹈舞蹈吗？跳舞蹈舞蹈好舞蹈吗？啊，对什么？吓一跳，你知道吗？吓一跳，说的不像人话。你没去过呀？皇宫我你没去过皇宫，人家皇宫一进门，啊，皇宫一下一下就往前走，啊，往前走啊。院里大的羊龟池子，知道吗？呲水儿，皇宫啊，不呲水，羊龟池子呲水，呲水，在那儿洗手啊什么的。我一般走就是走袜子去，就是。哎呀，家停水了是怎么大的池子边儿，要亲近一会儿跳完舞出来，这到那儿一窜，我干了。哎，迈步往里走，走吧。皇宫里边儿那么高科技，怎么的？不像咱们这啊，一推进去啊，啊，人家能。反正好几个门拼一块儿啊，啊，你能推着门，这怎么迈呀？这转的门哪儿都有，嗯，能明白个劲儿啊。对啊，你要走快了，走快了前面累了啊，走慢了拖脚后。打个这儿的去，哎哎，注意了。别起那儿，哎，转进来啊，哎，转进来就放啊，这里边别有洞天，怎么呢？里边还有一个大羊龟吃的，这是羊龟吃的。是不是大力出发？这我一出去，您先等一会儿。你要转出去了，是吧？别拿了，我不看了吧？太高科技了！什么高科技？这是大了。你说你不服行吗？你说有什么可服的？一进门里边啊，挂着横幅啊，专业舞蹈家，哦，写着我的英文名字。您叫什么？嘚儿卡嘎嘎。名字太难说了。服务生试着做客人啊。欢迎啊，小爷啊，对，第二个孙子，哎，以后您直接就叫孙子了，讨厌，废话，您这名太难念，太讨厌，手杖给的，我拿着手杖，手杖，礼帽，头套，头套给摘下来，耳朵帽，戴了，假牙，没有戴，大衣。西装，要的叫叶子，领带，领带也解，哪家？三件套一样多，棉背心儿，棉背心穿衬衫也着。背着家，背着家，有没有个那个？你穿三十多你穿的，没穿背着家的吗？换上舞蹈服啊！哦，舞蹈服还有舞蹈服，都换好跳舞蹈服啊，扎上板儿哎，高跟鞋、卡鞋，这舞蹈服都不爱。还有试着领路，哦，这儿，看这儿。起来要死了是吗？有身份人吗？坐下呀，坐着。将军王储来了，多皇室英国的王储，哦，啊，皇上的有什么亲戚吗？啊，
喷你，这是个嘚儿好的，我不要。中国人太该练嘴了，连一个能说什么？这个很难，哎呀，最近很忙啊，一天到晚忙着录呢，对吧？忙着录，还有这个时间到这儿来，忙碌，入足踏遍地啊，重立生辉，我得大大的高兴。哎，是忙碌，来呀、啊，上这儿喝得了，喝饮料，我端上来啊，碰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牛奶，产地在哪里？中国石家庄。喝完尿不尿了，这事儿哪都知道了吗？上菜上菜，赶紧吃吧。都来了，那菜都来了。我拿豆拿啥？你们不拿可以的，那算了。人家刀拿牛排来了，这过道你都注意是吧？然后去吃，吃饱了，倒是皇室人呢，真惹事的。哦，是吧？刀叉一放，人家王楚一插嘴，是吧？拿过来。俩个喷嘴，你俩把我身上碎了！你要不懂，别瞎说啊！喷牙，废话，这事儿逼牙去了吗？这样的不是逼牙？养亲你这么外行怎么的？这能是逼牙吗？这干嘛呢？这是逼牙！哎呀！找王楚乐，好，赶快起来，拿钱，拿钱，给结账，给结账，哎，结账，不，人家是熟啊，多大乐趣，挣钱，您开说相声，哎，跟我走吧，绝对，您上我那儿来，嘿，多少人吧，走，干什么去？您见天见天都这儿，您出去，说相声也不错，我带你进宫，好不好？准备英国的啊。啊，行，这样吧，这样吧，没有，带你去，你要学会了，你还去这店？在这儿说四分钟一小时，那得累，累得一身臭汗啊！上那儿就十来分钟，噔噔噔跳完了，王楚高兴，好啊，小会计啊，给他结账啊，你先去啊，结账，我不去了啊，你赶快，我这叫一壶，我能给喊几回来，不进屋吗？没进屋。结账也得给钱呢，就给钱，给钱不白结账，结账，行，上快点给结账，哎，结账回来你数，多得乐，你好，小手啊，那我给您学学这个，嘿，我可太受乐了，是吧？现在满处都有学生，好好，不好找，不好找，学吧，学学学，咱带你进宫，好啊，就不会，你学的快不快？我这人有灵性，是，太好，大哥啊，我教你啊，教你最简单的动作啊，迈下腿。这一位脚，这叫一位脚，还有名词一位啊，这谁动啊？这不一位脚，哎，对，一位脚，好，这二位脚，这样好，啊，这是三位脚，还是一位差不多，对，然后四位脚回来，在这儿，给左腿动一下啊，四位脚，来吧，这边有个地铺，好好，行吧，你是这就会，我这就会。这就可以了，还简单呀、啊？简单就不简单，是吗？第一，进门得换衣裳，在那跳人英国舞的衣裳。哦。第二，还得会英国话呢。呀，哎，这跳舞之前得拿英语说。那我们没有，教教你啊，英语。我教你简单之题啊，你一句我一句，就对话，就开始跳。就跳之前就感觉动作，就英语行吗？不会呀、啊。要吃你这脑子是教你，就简单吧，简单，咱们用一种少分钟时间能代替，好吧？你就喊啊，你喊。哥哥，我哥哥，哥哥这概念，哥哥，我是哥哥，不是你，你看这哥哥，哥哥，好好，干好，干好，这不记住了，记住了，我来喊你，你喊老妹儿，您等会儿，还要
叫变性啊，这个老妹儿像话吗？对，英语就是外语没代替嘛。你会英语吗？我不会华人了，这怎么拿这代替啊？就简单现在的意思嘛。啊，你看你这脑袋是不是特别好，知道吗？哦，这是刚才谁递的？不是大手包的。没要干嘛吗？我给你简简单单把脑子包着点儿。化妆，哎，对对，来闭上闭上啊！闭上，因为你到了英国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那是啊。哎，那好了，太好了，是吗？太好了，别说好没关系，我上上面不会来这个。你拿一把宝剑，你拿一把宝剑，绝世武吗？嘿，这上档次，这来，你看宝剑啊，宝剑，这是拿盾牌，有盾牌吗？我今天这盾牌，来啊，这要心命，你出人不带盾牌，我带盾牌，我说这咋的？这么拿着啊？啊，这么拿着，好像是有盾牌的样子，抖着呢啊，这是盾牌，哎，这个宝剑你可不打给你。来，打给你，现在给你去，这样，这边拿个盾牌啊，哦，这边拿个宝剑啊，好，来，站好，跟着我走啊，哎，一位表，二位表，三位表，四，哎，一二三四，站着吧，你看，站着，您那是中国舞啊，大秧歌，这是。好的，下面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首先请您欣赏相声《谁动了我的减肥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说会儿，来了很多的朋友，哎，来听相声，好，哦，尤其今天，很多人从早晨起来就来排队买票，实在是剧场小，对，没有办法，进不来人，嗯，而且按照消防规定来说，又不能进太多的人，对，加不了太多，是不是？心里挺不落忍的，哦，要不我出去让他们都进来，不缺您这意思，也不是个办法，是吧？那是，嗯。你留神啊！啊，北京城听相声好大傻茬的今天都来了。我留神什么？你留神？我也留神吧。我也留神吧啊！来的都是朋友，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您多大岁数，坐在这儿咱们就是好朋友。对，人活一世得交朋友。是啊，多个亲戚就不如多一个朋友。哦，你亲戚弄不好，俩人弄得有生分，还有矛盾，也是有的。是朋友没问题，哎，朋友交啊深，是不是？你咱们这个啊，好朋友都多少年了，一会一见，交情乃现啊。老话嘛，啊，那也不是这活呀。老话嘛，是不是？嗯，人得交朋友。对啊，当然交朋友来说，他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啊。那是，嗯，你书法家啊。找画画的，那物以类聚，坐在一块儿，俩人能探讨，哎，说得上话，是不是啊？对呀、啊，你这说相声呢，啊，找说书的，哎，这能谈得来，坐一块儿能聊天，对，啊，做导演的，啊，找摄像，啊，这是一场活，一块聊，唱快板的，嗯、找动物园问熊猫的，这聊什么呢？研究这个竹子的成长。这太远了吧？这可以啊！啊，跳舞的啊，找卖钢管的。你尽量看点好舞蹈。你有好的舞蹈的照片吗？我有的照片都不是舞蹈的。你很繁琐。问您看什么？说相声的都一般来说啊，过去来说这都讲究是幼儿失学的。哎，对。没得了，没上过什么学，这才说相声去。真正说有钱的，像于老师这样的，嗨，这么有钱说相声不多，没有啊。这是纯粹的从兴趣出发。哎，对我爱好。哎，人家家有钱人不只是说相声吃啊。对，说相声一场给多少钱，对人家说不叫事儿，我不在乎。娇生惯养吗？不能，打小家里宠，娇生惯养。你看，我也纳闷，他们都不起哄，娇生惯养，啊，娇生的惯西洋的，这么娇
坑惯养啊！你不要瞎说，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记者，知道吗？别瞎说。嗯，我这不是我说的，啊、金文生先告我的。我就把他割出来，他79了，不能拘留，过70不拘留了。多交朋友啊！为什么说我一瞧大伙儿心里高兴呢？嗯，您各位是会活着的人，对，多听听相声吧，找乐，心情舒畅，哈哈一乐，比什么都强。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活一世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这够难。有穷人有富人，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难处，都有难处，是不是？您过去来说，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吧，一到过年的时候还排大队买东西呢。哦，买多少肉买多少鱼都供应了，有定量。现在就不是了，放开了，跟当年都不一样了。对啊，人穷人才吃肉呢，啊，穷人吃肉，富人吃虾。哦，领导干部吃王八。啊，男享高女享受，狗穿着衣裳人露着肉啊，乡下早晨鸡叫人，城里晚上人叫鸡啊。研究太透彻。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人都不容易，人都想好，是怎么能好啊？嗯，得看清楚了。哦，其实人活一辈子挺难的，是吗？你想去吧，其实我想来想去，做神仙很快乐。神仙怎么快乐？神仙您不用关心房子涨钱了。哦，那是猪肉贵了啊！你看哪个神仙坐边骂着卖猪肉的？没有这么亲力亲的。没有啊，而且他省油钱，是吧？你看他哪个神仙加油啊，是吧？对，那倒是。哪儿都弄飞，哪儿都只要看准电线杆子高度没问题。别管电线上就成啊。多好啊！嗯，还有这做鬼也很快乐。鬼有什么快乐的？咱先甭说民间有这传说是有没有鬼，这先搁一边。嗯，反正按那个形象来说，这做鬼很快乐。怎么呢？省电。老跟黑地方待着，人家没电啊。嗯，而且还能吓唬人玩。怎么呢？闲着没事找一旮旯蹲着。哦，这过一人他出去，日拉我吓跑了。嗨，啊，鬼很高兴。嗯，太刺激了。吓唬人的是吗？最难的就是做人了，不容易啊。哎呀，人活一世可不容易了。是，你说你做个穷人吧，嗯，吃不上穿不上的，心里恨得慌。对，有钱人就快乐吗？有钱挺好啊。啊，出去趴下杀，你看看有钱摔了。没拿住，谁都能。太有钱了他，罚他10块，嗯，去他家产的一半，嗯。20块钱，还有，有钱人也有难处。怎么难呢？你看出去怕暗杀，回来怕绑架，啊，孩子怕丢，媳妇怕偷，有点好吃的先给狗吃，啊，过半个钟头狗没事儿，自个儿才吃呢。你看有事儿这个容易吗？你看看是不是？你说做普通人吧，那挺好。干嘛去呢？嗯，啊，一天到晚没事干，想着开出租车吧，这行。一天累得臭死，这点钱都交了车份了。打车，行，打车这行吧，行，坐车出去，手机落车上了，啊，找着钥匙不给，啪给他一嘴巴，把脸打歪了，嗨，拘留25天。那，你看打人也不成，你看上班去，那行啊，单位下岗，嗨，招工吧，到那报名就要了，那不错，送到山西小煤窑里边，啊，差点没呼死那儿，这太危险了，这，出去旅游去吧，啊，到非典了。啊，听说啊，听说北京城青菜很贵哦，凑10万块钱买车菜拉到北京倒菜，非典控制住了啊，菜也烂了，到到二环上城管来罚7000。嗨，谁让你到二环上？你看你不容易吗？是够难，在家上网吧，上网，网上认识一美女，哦，高兴，一见面才知道啊，跟他大儿子是同学，啊，找一老太。你看，天天拿菜刀后面追着你啊啊！非说是因为你离的婚，亏心不亏心？哪说理去？上白云观哦，烧香去吧啊！拿着香，疼，手机出来了啊，掉在那功德箱里边了。哦，怎么那么困呢？嗯嗯，拿，哎，啊，表还下去了，拿太阳，倒丢点儿。找一砖叫砸，那强过来四个，你敢动就弄死你啊！啊，当偷东西的了，你难过吧？嗯，哎，这儿过来一个和尚大师傅，看你呀、啊，面带凶气。哟，其实你是一个大富大贆的人。是啊，5000块钱卖你块翡翠，
干嘛呀？横着，横着，横一个礼拜，你当身就好了。哦，哎，一切不顺全没有了，都过去了。听他的吧，啊，给人钱来一块横着，没错，横两天，舌头都绿了。啊，掉色。谁见谁问，缺心眼吧？白云观有和尚吗？恶大，你哪说理去啊？大家上网，每五分钟自动关机一回，啊，十分钟调回闸。什么电脑？生气，接口水喝，哗，接着热水。杯子没底儿，脚面烫了。嘿，看病去吧。啊，你出来一脚踩在狗尾巴上了，他困劲儿，狗回头咬，哎呦，赶紧抓砖头砍他。啊，屎！哎呀，瞧清楚了。抹着鞋上拿鞋砍的，对，狗以为鞋有屎，把鞋叼走了。这又丢点东西，您多不容易啊！干什么去？说相声去啊！说的不好，观众骂街；是说的好了，同行骂街。哎，好容易红了，来帮人告你。不容易，说相声太难了。是，你瞧俩人站这叨叨叨叨叨叨的，这行最不容易了。挺难，跟其他行业不一样。是吗？啊，我们得要求让您笑，得乐。你唱歌不用笑。哦，来大音乐家跟人一唱，你不用笑，你一笑他唱错了。那倒是啊，不管爱听不爱听了，最后礼节性的掌声拍一下，哎，大师下去坐坐车回家了啊。我现在没挣着钱啊，你看这大师有月票，更不怎么样了这啊。说相声这四十分钟没人乐啊，什么钱了往下走啊？太寒碜，这跟电视台录节目不一样，是吗？这观众这都是买着票自觉自愿的，还院里还有胡同呢，等着进不来的啊啊！这跟电视台录晚会有区别，不一样吗？那都拿车拉来，都卸在那儿啊，一人给一盒饭，发一瓶水，快上快上快去！吃完都做好了啊，演员还没来了，乐先拍乐，先乐四十分钟，你看这边受罪行吗？一会儿俩说相声来了啊，那旮旯里有人带着鼓掌，鼓掌鼓掌，俩说相声，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都电视台来了，你看，俺还真带起来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跟着带，拍拍，哇！我都鼓掌，大家好，哇！俺们说个相声，哇！好好，说的不好，哇！说的不好都鼓掌，哎呀，你看这，你看你鼓掌没有？鼓掌了吗？别瞧俩人站在这儿没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你干不了这行，根本就吃功太难了。对，要求尺寸，来斤斤啊！你说多了观众不爱听。哦，一没完没了，下去，赶紧鞠躬。啊，帮着主持人喊，快点！实在等不了了，还得快点。啊，舞台形象也很主要。是，胖了也不是，瘦了也不是，那是美。太瘦观众不认头。哦，话筒这怎么俩话筒啊？有这么瘦的演员吗？你看。太胖了也不行啊！啊，那桌子后边那柜子动一下，就看横宽了，难了。啊，于老师当时多胖，是比这桌子还宽呢。我就是那大柜子。你看，那实话实说嘛，你是胖。当初他那裤衩脱着搁那儿，他不穿上，你不是干嘛用的？这叫怎么比喻呢？去剩棉花就是褥子呀。有拿裤衩改褥子的吗？啊，晚上睡觉一闭眼嘴就张开了，干嘛？皮肤不够用的。啊，这一闭眼这就崩开了啊！你这玩意儿了得吗？这个啊，至于吗？也就是夏天一上街，身后跟着都是小姑娘，爱看我。嗯，天热跟着你有阴凉。我给人挡太阳呢，我这太胖了，都不想活着了。那是老电视自杀，心里不好啊。门框摔绳子弄一套，呼啦一面墙都倒了，我太沉了吧啊！我说这怎么弄啊这样啊？我给了他点藏秘排油喝。终于说到正题了，我不会说很过分的话。是啊，有记者，自己有金子，我现在瞧坏了，你知道吗？有什么事我替你说。好。你要记住，你不能人家弄一个套你就往里边钻。是啊，你以为你是萨达姆呢？你就说这么一题目把他们都框来就行了。那喝完之后这不就瘦下来了吗？这挺好吗？当然了，后来不就不让卖了吗？说实话，不卖不卖吧，是吧？但是对于老师来说是个损失。我喝不上，喝不上了。这好容易瘦成这样，你
再续几对就人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就不是人了，是吗？胖人嘛，是吧？胖人还有办法，节食。哎，对，不吃饭，控制，炒一大瓶子黄豆啊，饿了来仨来俩的吃豆。您琢磨那个体格吃豆能饱吗？不禁饱，是不是？您这么大一只鸡，它也得吃多少个呀？是吧？就不能拿鸡比我呀？实在饿得受不了了，那天这一大瓶子，哭嚓哭嚓全吃了，吃饭哭嚓哭嚓的，嘴松是吧？怎么不至于那么松？噗呲噗呲，稀里哗啦，更松了，那就吃了吧，全吃完，四斤多。那么好办呢啊！吃完了渴，那是喝一肚子凉水，叫渴，身上刺痒啊！找一澡堂子烫热水澡去，还泡一肚子炒黄豆，喝上凉水，外面拿热水一烫，哎，你琢磨去吧，这就别琢磨了，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是啊，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学摩托车发动的这么一个，嘣，满池子气泡。是啊，澡堂子服务员吓坏了啊！于老师快上来吧！怎么了？水开。